Shampoo's a thoughtful luxury. I just want about it. I want to not say why, but me. Shouldn't put me off. Don't want to make her give up.今天是周六上午，然后我们两个过来 UBC 的 Nest，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栋学生楼，然后我们在这边，我在加班，他在学习。因为呢我们家里 WiFi 网坏了，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。好大这个楼。好像是我们学校新开的一家奶茶店呢，因为它之前是一个果汁店，我记得现在变成奶茶店了，感觉还不错。现在准备去吃饭，看我的新电脑包是马奇马奇的。每次来学校都会有新的发现，面前是两栋全新的宿舍楼吧，感觉。我们在台北走，是一家吃泰餐的餐厅，是我们大学经常来吃的一家餐厅，是以前我一个泰国朋友突然推荐的。这家很漂亮的西班牙餐厅吃饭，在当趟。是在录了吗？嗯。我 zoom in 一下，看看那个 ingredient。嗨。那我要转一下。哎。黄金侧脸，这是我们点的海鲜 pasta， 它的海鲜饭没有了，所以就点了这个。好，哎，好多嘞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我找个好看点，哎，这样好看点。我们的提拉米苏来了。我们现在在丝芙兰，我朋友在找他的粉饼，没找到呢。这个是新装修的 Sephora， 在 PC 这边，我第一次来耶，装修后。他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 Beauty Studio。走差了那怎么办？想办法去，要绕路。今天又是一个星期日，我们今天九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，因为我们要去 Deep Cove 划船，我们是第一次去，上周就定了，就是今天划船，对，然后非常的期待。我们终于停好车了，这里车位真的超级不好找，但是终于找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走去划船中心了，那边好像不太能带私人用品，所以我就要把相机放在车上，因为那边没有地方存放。然后我们到用 GoPro 拍我们划船。
Just one. 你要吃哪个？很难。Can I get a charcoal cube? Yes. And Before eating the bread, bring the microwave for 10 seconds. Sorry? Before eating the bread, bring the microwave for 10 seconds. Oh, okay. Thank you.哎，这个桃子不错哎，我要这个桃。这边超多韩国的那种速溶咖啡，这个系列的挂耳咖啡都还蛮好喝的，然后还买过这一款，哦，这款 decaf 的这个也好喝，好多韩国泡面。你在这碰一个杯。好，再来一次，3、2、1，从外面进来预备，3、2、1，过来人在这儿，要在这儿。好的，来。好，3、2、1，好。这杯是柠檬 A， 好像是韩国的那种水果气泡饮。现在早上9点多，我们在 Costco 啊，因为早点来的话人就少。今天是周日哦，我们大概1-2个月来一次 Costco， 其实就是为了来囤纸，因为这边的纸，是这个吗？是的。哦，对，这边的纸我觉得就是一次性可以买很多，而且就可以用很久，不用经常买。所以每次我们纸巾要用完了的话，我们就会来 Costco 了。是这个吗？
这个牙膏也好好用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我们好像用这个用了好像两三年了。哇，好。Yeah. 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人买饭了。我们刚在 Costco 买完日用品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 Burnaby， 那里新开了一个好大的商场，叫做 Brentwood。然后我们先去那里吃 brunch， 然后在周遭就是走走，非常期待。我还没有去过，就开了。好像有一阵子了，就很多人去了，但是我们就还没有去，所以今天就去看一下啊。哇，我的那我加两片。